你试试小竹笋。啊！妈呀，孩子，孩子，你平时一天做几次足疗啊？娜娜是这个指压板上的王者，我从来没上去过。你居然没感觉吗？不是，它不是疼，就可能有点酸。不是，如果你真的不疼的话，你也假装疼，要不然显得我们很弱。